这次竞赛啊，你主要吃亏在这个剖面图的尺寸和比例没有把握好。你画图呢，最大的毛病就是过于急躁，这跟你的性格可能有关系。你这技术都不娴熟，一味的追求速度，非常可取，明白吧？嗯，我明白。还有啊。 怕一拉把砸到你，你别想太多。看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？这种东西，就算砸到我，难道会痛吗？哎，开拓，你在干嘛呢？同学，我刚看你们这个活动宣传，这是不是就是美术社借用这个建筑系模型教室那个活动啊？是的，我们和美术社合作。 要画一批手绘涂色书给小朋友。哦，哎呀，很有意义啊！公益活动，人人参与，人人都可以参加，很好。哎，同学，我也想尽一份力，我怎么参与啊？老师，只要把您想要捐赠的物品送到新闻社，然后我们就会打包好，送到有需要的地方。 到时候物品的明细表和去向，我们会在校报上一一公布的。哦，哎，那你们最需要什么物资啊？啊，一般像衣服、文具之类的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们捐一批儿童服装。谢谢老师。哎，你们对捐资的物资有什么要求吗？ 那就挑好看、舒服的吧。小朋友嘛，一般都喜欢好看的衣服。好看的，哎呀，小朋友喜欢什么，我还真不知道。这可能得找个军师啊。<笑>老师，我先走了。哦，走吧。怎么突然一下变得这么有礼貌啊？谢谢同学啊，谢谢。